2020-2016关斗的意外 Vlog， 误入 Team Man 思路的公演排练现场。立刻因为工作需要，素颜静止抖抖拍他没化妆的样子。除此之外，一切似乎都和普通的排练没有区别。大家跳啊，跳啊，跳啊，跳啊！大家都跳得很开心，大家的月面给排练得很开心，离地地很凉。小马很帅，灰灰很可爱，俊姑爷。很帅，云姐该剪头发了。小爱坐在台下等休息排练，甜甜也在旁边等着。默默没有手，默默连脚都没有。有脚，有四个轮子呢。没头，我没有头。三个人都好看。这时候，哥哥还在从学校赶来的路上。老板娘第一天永远有点紧张。哥哥赶到了，瑞哥也化好妆后场了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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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好帅。没有现场看过瑞哥的大长腿，绝对想象不到到底有多长。这歌词好难，我在这呢，我没有加头发，让四个十岁戴个帽子。太努力了，像我这种两年还记不住歌词的人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握个手，有云姐保护我。到这里一切都还好好的，然后阿姨，我的药，谢谢。啥药啊？我新打了耳洞，你看，然后决定用那个酒精棉片消一下毒，然后戴上新的耳洞。众所周知，滴滴滴的受难日就此开启，穿不开。哎呦，他穿不过去。你这扎的时候又得哭，我跟你说。不会的，我有告诉你，我可以预知你换完之后的样子。换完之后呢，你的耳朵就会发炎流脓，然后你睡觉都没办法用这边耳朵睡，然后洗澡也没办法洗。不可能，听我的告，你说的话都准。我可以，真的打耳洞的人死活说，因为我的耳洞打的是299一个的洞，然后就很贵，然后他就说就三天就可以换耳钉的那种。299的洞，你不如让云姐帮你打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10年前打的3块5的洞，我已经贵重绝对是一样的。可以，我三天就能够戴耳钉啊。可以三天这样子。没有啊，人家说我是用的那种，就是那种手术的那种器材。所以就不会发炎，然后呢？没有发炎，就是痛了一点而已。你听我的吧，你绝对会发炎的。我这话就撂这儿，不听老人言，听为贼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老人。虽然你比我大，但是你还是。你闭嘴，谁比谁大？虽然比我大，但是我还是要这样跟你说。所有人掏身份证。掏身份证，你多大？你多大？你不95吗？我是95啊。我也95啊。对呀。对哦。所以你比我大，所以为什么我教你教你比我大？因为你看着大。你俩能不能搬一块坐？这样我一个机位都能拍起来。我要跟他搬一块坐，我天天得给他哭死。我又吵不赢他，我不是吵不赢，我是觉得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得让着他。也是，因为他毕竟比我大，所以得让着。这次的结果很明显了，不是这次的结果很明显，我哪一次不是被他欺负的哑口无声的啊？某宝上去查一查手术的针多少钱，因为现在都可以自己在家打，自己真的大概30块钱。
不可能。让奶奶打针，直接啪嚓两下就。一模一样。他没有手术高呢。嘿、啊。这个高就是手术高。哎，你看看啊、哦。什么14K 黄金白金耳520-430嘞？你的一个钢，你跟人家黄金，他没有写手术钢的呀。因为正常那个打耳洞的针，你寻思是拿你家穿衣服针给你打的，而且就得带黄金，这样的话养耳朵，养耳洞养很好。你买给我了黄金、啊？黄金你去买，你那个钱你少吃一顿外卖你不够了。你都把衣服穿好了啊？嗯。你是不是最快换好衣服的？啊、哦，那我离你远一点。怎么这样？拜拜。不算手呀，只能说叫虐菜。叫什么？听这词儿，他可能都没听过吧。什么？耳朵还有点聋。可能是因为打耳洞的原因。作为一个前辈，就这么欢迎你们对新人喽？不欢迎啊！我啥时候欢迎他了？我没有欢迎到以前，我这表情还不抗拒吗？看三弟吵架，真开心嘿嘿。